来到时间，请文静领导团来指导。听人祈祷的上帝，怜悯人的上帝，我要先感谢你，引导阮经过一礼拜久，要进入伫你的殿院来听你的教示，来想你的话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但一礼拜来，阮所烦的话，是有意无意的中间，就是你无下你的旨意来行来做的。恳求你怜悯赦免我，把四年一度的选举，不管是总统立委，伊若受选来治理这个国家，无照你的旨意，无照你的命令来行来做，甚至来听人民的声音的，必定要受堕胎、受制裁。打通为人民，由完阁选出新的政党、新的政权，主啊，愿意亲自来引带带领恁，予恁会当好好来治理这个地球的百姓、这个国家，或者地面的百姓、这个人民会当脱离遐旧的寒冷的经济，以及种种。无下伫你的面前所做的，主啊，阮伫未来后礼拜要举行年度的好会，主啊，愿你亲自引带带领阮所有兄弟当热烈来出席，来参与伫这个好会，旧年度的结算，甲新年度的预算。愿你引带带领阮头前所要做的事工，啊！伫这个时阵，阮依然孝养阮的身体。因伫寒冷的天气，天气变顺的时，因的肉体拄着困难、无平安、有劣关节啊，伊因无细致绊倒，啊，伤着嘴唇、鼻高浆。主啊，愿你亲自来引带带领伊伫因，随着顶路啊，伊身体犹原欠安感冒，啊，有听见医师叫人姐啊，文林顶路田英姐啊、秀惠姐啊、陈娇英姐、丁英美姐啊，啊双兄、双公兄、丁良兄、铁明兄。因的心灵、身体，拢有需要你的安慰，甲你的陪伴。也毋茫阮兄弟会当通过祈祷，三个来关心，三个伫你面前来祈祷恳求，毋茫因早日复健。但阮只有将阮头前遮个对你恳求，愿你阿耳孔听阮所求的，若是合伫你的旨意，愿你甲阮听。愿安尼祈祷、恳求，拢是奉无水啊所祈祷圣尊名求。阿门。